即係我遲啲得閒先同大家講啦。今年我都話啦，我希望能夠做到幾樣嘢。有一樣嘢比較容易做嘅就係，但係即係喺馬來西亞開 food court 啦。嗯 ，OK。咁啊，亦都可能會搞個團咧，就希望咧有意去馬來西亞發展嘅朋友咧，即係去考察。係 OK， 就係愛嚟，因為點解咧？譬如我做過香港街嘅，我希望有10檔香港食品嘅，咁我真係要有10個 party 啦 ，party 啦，咁我哋要去睇下。咁啊，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喂，真係香港都冇運行嘅，就不妨咧跟我。我唔知道我幾時會搞啊，三月定四月，我真係好忙啲啊，呢排比較忙。咁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其實就係早兩日我同啲兄弟講過咧，喂，不如我哋試下拍電影啦。咁啊，劇本有幾個喺手上面嘅，可能會玩眾籌啦，唔知啊，因為咧我淨係諗下其中有一幕戲就係隱形俠啊，我哋琴日講過隱形俠啦，我哋就拍隱形俠啦。圓珠奇俠咧？嚇、啊，圓珠奇俠唔使，隱形俠啦，隱形俠都係同一時間係圓珠奇俠嚟。係，喂，淨係諗下隱形俠去強姦啲女，嗰場戲都過撚癮啦，係嘛？